南无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让出这个号码的那个严敏师兄。师父，看一下2001年属蛇的男孩。2001年属蛇的男孩。嗯。看什么讲吧。他这个小孩从一出生到现在一直不好，就是那种也不会说话，精神。知道。哎呦，他不是这个孩子出生了，就是说他们家里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有两个灵性啊，所以他爸爸妈妈也倒霉啊，一直倒霉，你知道吗？是的，这个就是房屋问题了，大家听得懂吗？他妈妈梦见过他这个灵性，前段时间梦见过他这个老房子上的灵性显化，而且还清清楚楚的出了他的名字。许愿以后呢，孩子马上就安静了很多。看见了吗？嗯。看见了吗？嗯。我说他房子出问题了，就出问题了。是的。明白了吗？嗯。其他没什么，给房子的药经者180张。好，是。好吗？嗯，好的，师父。老房子里面老灵性呀。明白了吗？家里一直倒霉啊，一直倒霉，他家一直很不好。现在知道吗？你们记住了，如果你们住的家里不停的倒霉，我告诉你就准备要搬家了。你听懂了吗？他搬出来就是不在老房子住，都找他，他就是梦见他回来。还跟着他？就是。那就更厉害了，那就说明那是前世的冤结了，不是单单房子的问题了，听懂了吗？对，他孩子还一直要回去那个。他老家那个房子一段时间以后，他这个灵性就显化给他梦境，然后他就梦见梦境看见的一模一样。对，在梦里就是台长现在看见的，听得懂了吗？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一个老人，知道了吗？嗯，好好好好修了。